新闻首先，先带大家来关心大甲妈的消息。大甲地南宫妈祖要进行降堂偷戏，接受大典，上午八点在奉天宫头前广场盛大登场。关帝电话官甲地南宫董事长跟陈彪，带领各方信众虔诚祝祷，祈求妈祖保庇，国泰民安，万里灾难，仪式庄严隆重，场面嘛相当的盛大。大甲妈出巡绕境最高点活动的接受大典，上午八点准时举行。因为妈祖在清朝被皇帝封为天后，所以接受大典沿用祭天鼓礼，是搭起天坛，由神女接受舞蹈来甲开序幕，并由大甲镇南宫董事长兼清飘、该官的中央官等人担任主祭，被依循鼓礼向妈祖上香、献花、献果、宣读祝文、受经、收文。其实是庄严隆重盛大。宗教就是咱社会上个重要安定的力量，所以每一单吼，安尼数十万人吼，安尼对大家镇南宫来个遮吼，给咱的奉天宫的妈祖回乡吼，这就是宗教的力量吼，就是嘛是咱社会上个重要吼安定的力量。啊，已经二十五单啊，吼，这种仪式吼，那呢每一单吼，佮延续下去，因为这是一个优良的传统吼，那呢一代传一代吼，宗教还是社会最重要的一个安定的力量。这款精神慈悲破戒的精神，会当予咱每一个信徒，大家拢当感受到伊的慈悲佮爱，予咱这個社会会当愈来愈和谐，愈来愈团结，愈来愈进步。啊，从今来，咱妈祖婆当庇佑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吼。六位参加大甲妈的祝寿大典，一早来自全国乡客挤满着奉天宫周边的大街小巷，每一个角落，乡客大楼的各楼展花笼也挤满信徒，人人手上一支灵旗和清香，并面向着宫门正殿，祈求妈祖护佑重生。在这天仪式将近两小时结束，并在暗时十点，大甲妈在正殿举行着花轿大典，人神起驾回庭，大家进南宫。在奉天宫，其实在公历四月十一号，也是农历三月十一号，要替新港妈祖办理接受大典。今年是三月二十一，三月二十一日的暗时十一点，哦，咱要办咱的接受大典。咱新港奉天宫办的接受大典是六一五。哦，六一五这点就是属于鼓励，我欢迎大家全省这妈祖的信徒，大家欢迎来参加。最新新闻单看，快靠姚红新港乡采访报道。